陈小莲，陈阿姨，上班去啊？哎，是陈阿姨。今早是老了，侬晓得吧？该交房租了。我晓得。陈阿姨，你看我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能不能我把合同一签，我就把房租给你？哎，付房租和签合同有什么关系呀？你已经拖了好几天了。 我今天就要到银行去付贷款了，就差你这点钱，侬不要再拖了，好吧？快点把钱付掉，两个人一起付啊！没想到这么重要的日子是在房东的唠叨中开始的。我叫全小梁。 这是我上班的第一天，阿姨，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好好。有人把这座城市称为魔都，可在我看来，它是希望之都。 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有吗？以后啊，穿随便点，没关系，什么颜色好看就穿什么颜色。嗯，待会儿进去你放松点。你等着。好，我跟你一个个介绍就行。这个大美女，大美女，你看，哎，坐下，抱我那个采访打一下。准备一下。这个就是你的位子，你呀就坐这儿。这个电脑呢是破了一点，不过主编会换新的。没关系，你熟悉一下，待会儿九点左右开个会，啊，来坐。 有什么事找我。哦。从现在起，忘记你们过去的样子，变成一头狼，看到新闻就死咬不放。到我这里走后门的不要太多，我统统不要。干嘛？我只要狼。 我说这些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挑中你们，我信任你们，你们也要对得起我的选择。待会儿去人事处签合同，试用期一年，一年当中表现好就继续签正式聘用合同，表现不好，走人。人事处去好去财务处，他们会跟你们谈待遇。不过呢，新员工的工资卡做起来很慢。 要到下下个月的月初才能全部做好，所以前三个月的工资要到第三个月月初才能一起发，这是惯例，先和大家说一下。 哎，我去歇会儿啊。老板，这个多少钱啊？来啊，跳舞啊！啊，一起去跳舞。我不会跳舞，没关系，乱跳。苏月，苏月，你看，人家也是新来的。苏月。 来，啊，月，拉他去跳舞，你看多放不开。其实我也放不开的，都是被他们逼的，一起跳吧，很简单的。不会，走，我真不会。哎，来，我真不会。呀，跳舞啊！哦
刚才是不是跳的有点太疯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跳的挺好看的。你都不怎么跳？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地方，有点吵。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去那种地方。其实我也是。你别开玩笑了，你们上海女孩和我们不一样。我像上海女孩吗？记者，一个多么光鲜的身份，今天以前我也一直这样认为，却没想到一上来就遇到这样的尴尬。最后一笔应急的钱拿来交了房租，靠着身边这几百块，我应该怎么度过接下来没有工资的几个月呢？ 昨天那么正式，今天倒挺不修边幅的嘛。啊！喂，哎，小明，我是小梁啊。对，那个你房子租着了吗？哎哎，咱俩合租吧，行吗？啊？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呀？哦，好吧，好，好，好。什么？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我不租了，对，我不租了。喂，兰兰啊，有没有租房信息啊？宝山，宝山也太远了吧，疯了才会租到那边呢。 苏月，小玲，啊，你是不是也在找房子啊？我刚打电话那么大声啊？不是，我是想说，什么？我有一个办法，当然是你同意的情况下。 这样，咱们两个人的问题，两个人的困难，就都能解决了。什么办法？就是一开始你可能挺难接受的，我也是刚刚接受的。你让我怎么说啊？你干什么呀你？那个，你愿意和我合租吗？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俩才认识几天啊？你当时什么人啊？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我话没说明白，让你给误会了。我对不起，我冒犯你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哎，你刚说你有什么困难？哎，来，请进，请进，哎。 请随便参观，哎，哎，把门打开。怎么了？打开呀！哦，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开开了，开开了。
这个是房东儿子出国之前留下的。哦，那这儿有两个窗户啊。是，那个这里南北都通透，白天光线挺好的。不错。这是浴室吗？对，有24小时热水。哎，这儿还有一间。哎，是，这个房东的这个儿子，他是学设计的，出国之前呢就把这儿重新装修了一下，这儿隔出来两间。哎，他说叫胶囊公寓，这两个人住呢，又有个人的空间，又有公共的区域，挺好的，你觉得呢？房子是不错啊，地段也蛮好的啊，是吧？好吧，我同意和你合租，但是我们得约法三章，还要签字盖章摁手印。行。首先第一点，哎，我每天都要洗澡啊，所以呢，我希望在洗澡的时候你可以回避。哦，那是一定的。第二，我希望你讲究个人卫生，我不喜欢房间里面有臭臭的味道。臭臭的。第三，不许偷窥和打听个人隐私。嗯。第四，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的时候再加进去。你有女朋友吗？啊？你问这个干嘛呀？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到时候吵到我。哦，这肯定不会的，肯定不会。我好了，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知道。总之，你们不要打扰我的休息就可以了。啊，好。那。你有男朋友吗？不许打听个人隐私。苏月，等会儿啊，我下来啊。不是，小心脚底下啊，看着点。我说，你才来。没办法，这路上太堵了。哎呦，你这么多东西，那么沉，死沉的，怎么搬家公司就派一个人来？别提了，真是便宜没好货啊！本来300块钱，现在150，我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哎，不行，眼还是进眼里了，没事，走，往上走。啊，往上走。哎，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还不如我去给你搬得了。找你啊！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我约法三章我都给你写了，你还不放心啊？知道了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不都搬来了吗？走，放下，好累呀、啊。干嘛？帮一下我！啊！哦！哦！我来！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和女同事的合租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我没有把合租的事情告诉苗山，我想她理解不了。她是一个和我青梅竹马的女孩，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念书，只是高考10来分的差距。让我们分开了，但我最近总有一种感觉，苗山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模糊了。我们不过只分开了4年啊。我的世界有多大，我的未来多复杂，人群里是谁让我害怕，你的世界有多假，你的未来多浮夸，表白是你
多么惊讶。选题会上，我可向李主编推荐了你啊，把你写关于那个合租的报道在我们版面上发一发，够意思吧？你看着今天晚上怎么报答我吧。今天晚上，等我采访回来，我请你吃饭。不会又是沙县小吃吧？那兰州拉面行吗？好，我要多加一个蛋。加两个。哎，你去采访谁啊？乔胜龙，你知道吗？乔总，嗯，胜龙集团的，嗯，咱们主编对他特别感兴趣啊。哎，我跟你说，你要是能拿回他的采访报道，你从此以后在咱们杂志社就立足了。你要是拿不回来的话，一定能成功。站在路中间，对不起，我找个人。找人？啊，找人？你看地图。那个，我是记者，你知道乔胜龙住在哪一栋吗？这方向你搞得清楚吗？差不多吧。这边往东南方向走，然后到了第一个路口左拐，第二个路口右拐，然后过了小桥之后呢，再过三个路口，右手边的第二栋呢就是他们家。明白？哦，那个我大概明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哎，你真的要谢谢我呀？啊，上车吧，我带你去。啊？快点上车啊！哎。到了是吧？谢谢你啊，我先进去了。现在你总相信我有男朋友了吧？你可以走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什么什么呀？听话，听话，我就让你见乔胜龙。怎么样，长得还不错吧？比你有男人味儿。男人味儿就他，人家还是高材生呢，对吧？我是复旦新闻的。我的呀。不得北京上海来了牙工三百多了吃了。那你算什么呀？你的文凭还不是你爸给你买来的，别以为我不知道。过来，我哪点比不上他？他哪点都比你强。你算什么东西啊？帮我等着，帮我等着。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吗？你连乔胜龙的儿子都敢打？什么？跟你开玩笑的。走，带你去见我爸。你爸？走啊。
没有。那个，你看我的，你看，你随便看，你看回来。你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我走来走去，可从来不往你那儿看啊。那你说怎么办啊？黄牌警告一次，下不为例。啊，这。你跟我说说，那有钱人家是什么样子啊？哦，装修奢华，简直就是铺张浪费。老爸，回来了。爸，辛苦了。有人给你做采访。我不接受什么采访。哎呀，老爸，他帮过我的忙嘛，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吧？我还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原来使用的是美男计啊！哎，谁说的？我可是真的是用心坚持，当然我承认，有一点点小小的运气。那他长得怎么样？啊？谁呀？装什么糊涂啊！我说的是乔家的千金大小姐。哦，她呀，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人家也没让你喜欢她呀。哎，那乔总怎么回答关于动迁的问题啊？他一开始没怎么理我。老爸，你就帮个忙嘛。你别看这些破字了，你又看不懂。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是挂在武侯祠里的一副对联，上联教人不要按部就班，该创新的时候就要大胆创新。下联教人凡事不要过于执着，该释怀的时候就要坦然释怀。好脸，好字。快滚！乔总，关于动迁的事情，我想您一定有话想说。是啊，都以为是我的问题。你知道那些钉子户是怎么说的吗？要么不搬，要搬也可以，金茂给一层楼就够了。金茂一层楼，说什么胡话呢？乔总也真是的，他再加点价不就行了吗？不能加了，你知道现在那块地的成本是多少了吗？3万。地价都3万了，那房价起码也得要5、6万吧。眼看着上海的房价是一天比一天高，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啊？我觉得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是男人的问题。哼，我知道了，肯定是苗山没有逼你，你还没有考虑到买房的问题，所以呢你一点都不着急。不是，你是怎么知道苗山的？他寄给你的信啊，我看放在桌子上，写了他的名字，上面还画了一个心，我想总归是你女朋友了。哦，说了半天，你也偷窥我隐私啊？啊？我什么时候偷窥你隐私了？是字你放在桌子上，我看到了吗？
我才不像你一样呢，看就看了嘛，至于那么小气？哎，我和你开玩笑呢，我真和你开玩笑呢。你没事儿吧？你干嘛？哦，我没干嘛呀。你看什么？我没看。不许看！我真没看，你门关，我没看。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和我说说呗。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和男朋友彻底掰了。就是照片上那个是吧？嗯。他是不是误会咱们两个人了？那个，咱们两个人合租房子。要真是这样也好。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要不然我能跟你合租吗？这家上海人也太自以为是了。我老家常德还不是农村呢。你知道他爸爸跟我说什么吗？他爸爸跟我说，我会把乡里人全部都带进上海，引进来一个就带进来一窝。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也。我还不如像你一样。也找个同乡，来得安稳点儿。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我和他从小在农村一起长大，要是我还是在农村，可能早就已经和他结婚了。可是我考大学考出来了，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和他距离越来越远了。哎，我找乔总。哦，我是上海都市周刊的记者，我叫全小梁。哦，是你啊，你还记得我？你爸不在，那没事，那你和他说吧，就说上次那篇报道马上就要刊登了，而且还是头版。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哦，好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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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就这样，再见。哎，怎么了？说什么？那乔总女儿说让我去他们家当家教。当家教？啊。你不是说他女儿都已经上大学了吗？是啊，我这不也纳闷儿吗？哎，该不会人家看上你了吧？去。
你好。那个，这是几本样刊，嗯，你拿回去给你爸爸看看。好啊。你不是已经大一了吗？怎么还请家教呢？还不是因为我老爸要我考什么对外汉语，还要考古文，古文我一点都不懂。我发现押宝押在你身上总是对。自从上一次你把我爸的对联给认出来了，可把他给镇住了，他觉得你特别的有文化。没有没有，我以前的古文家教呀，无聊死了，一开口我就觉得犯困。我爸从小语文就还行，高考的时候是我们禅西的文科状元。这么厉害，我怎么就学不好呢？禅西，禅西是个什么地方呀？禅西是个很美的地方。比上海还美？上海很漂亮，但是不美。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上海呀？这是两码事儿。小姐吃饭了，陪我一起吃饭吧，我爸不回家吃。好啦，走，一起吃饭去，走吧。哎，那不能喝，那是洗手用的。你怎么净吃些这个呀？你鱼干嘛不吃啊？你看，像这个腊肉啊，还有这个山菌，其实都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我从小就吃这些东西，吃习惯了。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我们那儿的竹笋。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在山上，春雨下过以后，那竹笋就从地里就冒出来。然后我们在山上玩，碰见了就把它们一层一层一层剥开，一直剥到最里面那个部分是可以直接生吃的，吃起来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谁要是被你喜欢呀，一定特别幸福。你喜欢笋都喜欢成这个样子，那要是人还了得啊？哎，想什么呢？小女人？没有，你别瞎说。别骗人了。小女朋友？是你同乡还是你同事啊？来，我们喝酒。我不会喝酒。你还是不是男人呀？酒都不会喝，哪有女孩子会喜欢你这样的？来，干杯。干杯。啊，干杯。苏月，我喜欢你。你说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苏月，你明白吗？我喜欢你是早就有的感觉，一直没向你表白，是因为苗山。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我今天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和乔总那样的有钱人是不一样的，我和苗山，还有你和你以前男朋友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只有一样的人才能够合得来。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就是一样的人？哎，苏月，你在干嘛？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吗？我怕你生气了就这么走了，我就再就没机会跟你解释了。刚才是我不对，我不清醒。你不接受我没关系，咱们还是做朋友好吗？本来都已经很累了，你还一个劲儿的添乱。我知道你累，所以我想帮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人给你更好的生活，让我帮你好吗？我是不能和某些男孩子比，我在上海是从零开始的，可是我有理想，我肯吃苦。你以为我不想在上海买房子吗？你以为我不想在上海过上好日子吗？我当然想，要不然我来上海干什么呢？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有信心会把这些困难都一一克服，因为有你我会更有动力，我会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生活。安慰自己，我是按照最真实的情感做出了选择。我不想再骗自己和苗山了。不一样的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可是爸妈会理解我吗？村里的人会怎么看我？我内心的愧疚，那又是什么？我无暇顾及这些，因为我面对的问题太多太多。扣四斤嘛，四斤也是钱，这样算下来也应该有一万多了。我听说杂志社第一年都是这样，等以后有了固定版面就好了。除了工资以外，奖金也不少。没事儿，我好多同学还没工作呢，啊。他们很多没工作的都是本地人，可以当啃老族。我们有这个资本吗？走吧。喂，哎，你好，哎，你们招家教吗？喂，哎，我想问你们这儿招兼职吗？培训可以，我可以参加。什么？培训费5000块钱？那算了吧，
算了。哎，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们，我是那个都市周刊的记者。不同的人不能在一起，那同样的人呢？同样的人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为了将来的生活，我必须加把劲儿，哪怕比别人付出更多。哟，你怎么在这儿？啊，不用写报告。不用。现在你可真厉害，所有的版面都让你给占了啊！哎，听说你在追苏月，我跟你说，追苏月的人可真不少，你自己啊，悠着点儿。哎，你不会真的开始和圈小杨谈恋爱了吧？他工作是挺拼命的，不过你该找更有钱的。全小梁长得挺帅，帅有什么用？连好一点的衣服和包都没办法给你买，以你的条件，可惜了。得吧。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能不能解决问题了？对不起，不好解决，不解决问题啊！就是要那赔。什么？你说我赔你？你别指啊，别指来指去的。又我为什么赔？肯定不是我们赔。这又不关我们的事，我肯定不赔。我跟你说，谁他妈赔？要不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赔啊？这不是我们的房子。哎呀，刘明啊，搿地板都烂掉了，翘起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东西也被泡了呀，对不对？什么？我光呀！俺让我你地板烂塌了，翘起来了，我重新铺，我钞票要赔。肯定不赔。怎么不赔啊？弄弄瓦特叫侬赔。赔了，别弄我，那叫弄死。说好的喽，我房子嘛怎么弄了？哎，租不租？我还不稀罕租呢。什么了不起？走，我搞搞你了吧。我搞你了。主编，你找我。小梁，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很卖力啊，但是生活方面怎么不太注意啊？我一早就接到电话，说你和邻居吵架，还打起来了。谁给您打的电话呀？他们也就是气不过，北欧从东北接啊，我是不会听的。但人家把事情闹到单位了，对你没好处不是？主编。他们是讹诈，我根本就没有错，他们就给我要钱。你是记者，要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有些事情呢，能忍就忍一忍嘛。他们跟我要5000块钱，我上哪儿给他们弄那么多钱去啊？也就是你一个半月的工资，这种事情碰上了就算倒霉吧，啊，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啊。这5000块钱你拿着。这个。啊，您看，我们该赔的钱也赔了，搬家的事儿，是不是就算了呀？咱两个人呐，侪是好小囡。阿姨上次讲闲话呢，比较冲哦。啊。就是比较结棍。哎，侬不要往心里去哦。
但是，哎呀，这个房子你还是要搬走的。我准备把这个房子啊卖退。什么？你要把房子卖了？哎，卖掉。怎么？哎呀，这个事情呢，是早就定下来的。你想想，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个人守着这个房子有什么用啊？还不如趁上海房价这么高啊，我就把他房子卖掉。阿姨，那我们怎么办啊？你们两个外地小人来上海工作还不容易。哎呀，搿能介吧。哎，500块的，侬拿了。不，阿姨，不是我。哎呀，你拿着，阿姨心里想就好受点，对吧？搿个钞票呢，我就拿了。我隔壁邻居啊，我有个交代，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啊，好吧，我走了啊。你们两个人呐，我是老放心的。哎，那要是拿个房子买下来，我就不考虑别人了呀。啊，考虑考虑啊，考虑啊，我走了啊。房还租房干嘛呀？我看他这回是铁了心要卖房了，咱们只能找别的地方住了。最近又是赔钱，又是被赶的，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钱没了还能再赚吗？那个房子没了还能再找？我们最近只是碰上了一些没有想到的倒霉事儿，不会一直这样的啊。今天我们来不及做饭了，所以就吃这个包子吧。你今天忙了一天，中午也没吃饭，一会儿你多吃一点。今天我去新庄的时候看了一下房子，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远。咱们单位附近倒是有一套，就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哎，怎么了？啊，没事儿。啊？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我的肚子。哎。苏月现在得的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入院手术。目前的手术方法呢有两种，传统的呢是剖腹手术法，还有一种叫腹腔镜手术法。我比较推荐使用腹腔镜手术法，因为呢它创伤小，恢复得快，而且价钱呢也只有2000多。那行，那就腹腔镜手术法。你是他的家属吗？
啊，这里是手术同意书，你签一下。啊，好的，你去交费吧。哎。医生，交费。先交5000押金。没有密码了。余额不足。那医生，那能不能有多少先刷多少，让我把剩下的很快就补给你，行吗？我们医院可没有这个规定啊。不是，可是病人急着做手术呢，我现在手里没这么多钱呢。刷这张。来，请签个字。做你女朋友还真幸福。生病真是不好，不去上班要被扣工资，做手术又花了好多钱吧。瞎说，身体最重要啊，其他的什么别想，好吗？我听说手术的家属签字是你签的。嗯。谁让你签的？啊，这个事情你可别告诉我爸妈哦，我怕他们担心。你能告诉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吗？没多少，真没多少钱，放心吧。啊，你在医院借给我那3000块钱，过几个月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算了，你就这么点工资，要是都还给我了，你拿什么去开销呀？不行，一定得还。好，那就等你有钱了就还我，好吗？哎，记得有困难就一定要跟我说。来，吃西瓜。嗯，谢谢。真的谢谢你。别老这么客气。不是我客气。你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借钱给我，还开车出来。好啦，你越说越客气。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那么帮你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哦，今天苏月要出院了，我得回去接她。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我先走了。真的很感谢你和你的父亲，我先走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找我，我一定全力帮忙。我先走了。哎，你真的想帮忙？啊，这个水岸好底是你爸爸开发的？嗯，是啊。这个楼盘最近在网上讨论的很热烈，我刚才看了，这房子确实有质量问题。这是施工单位的问题，跟我爸没关系。再说了，他们签合同的时候都已经说好了，质量是由他们保证的。那咱们去找施工单位。你去哪儿找啊？他们早就散了，拿了钱就走人，结果呢，把责任都推给我爸一个人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写篇报道，帮你爸爸证证明？这对你来说有困难吗？这是个热点问题，写一个深入报道，应该可以。那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能帮我解决问题。苏月要出院了，我先回去了。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呢？不是说好我去接你的吗？哎，我给你买个苹果。你为什么要骗我？啊？我骗你什么了？这6500块，你哪来的？是不是那个女的给你的？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啊？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我们俩没关系。没关系，你嚷嚷什么？你今天明明知道我出院，你还要去给他补课。我这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吗？钱钱钱！你这么在乎钱的话，你就跟他在一起好了，你就不用愁钱的问题了。那你说的什么话呀？房子漏水，我不应该生病，都是我不好。别说了。你说过我们不会再倒霉的，可为什么我们一直倒霉呢？明明赚好的钱，转眼之间全部都没有了。要是让爸妈知道我们在上海过得这样辛苦，他们一定会心疼死的。我也有钱，你为什么不用我的嘛？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不说了，先吃饭好吗？啊？坐下，坐下。强强，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跟我说，嗯，你为什么要拿乔海贝的钱？你是不是嫌弃我了？又来了呢？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啊？我吃醋了。我觉得他那么小，要什么有什么，想干嘛就干嘛。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受不了这种艰辛的日子，最后还是选择他。我不许你说这种话，听见了吗？我记得也和苗山说过，我永远不会变心。但是来到上海以后，我已经发生了连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苏月的话让我惊醒，让我害怕。乔总，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水岸豪邸这个小区有质量问题的讨论，您能给一个回应吗？谁说水岸豪邸的质量有问题啊？都是胡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多说。我决定先好好写完这篇报道，帮助乔总摆脱负面消息的困扰，这样面对乔海贝，我也能求个心安理得。况且这是个很有卖点的话题，角度特别，会让我在杂志社继续得到器重。没错，一切都还在往顺利的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产质量投诉的新闻不少，反响都不错，你却和别人反着来，全在替乔胜龙说话。主编，这就是我这篇报道的不同之处，角度不一样。情况一定要搞实，要顾及矛盾的双方，也别忽略了群众的心声。主编你放心，
情况一定都属实，这些情况都是我亲自调查的。肯定，肯定。这就好，闻者自负，我也就是把把正子关啊。那曹总，看来这个家教我没请错啊，工资啊，该涨。那你们聊。对了，上次你写的那个报道我看了，写的很不错。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再帮我写一个？那当然再好不过了。现在全国的房价你也知道了。人们都在谈论拐点，拐点，什么是拐点？有几个人知道？不瞒您说，乔总，这个题目我以前也确实想过。可是要写这个题目，我必须能采访到许多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可是，这你不用担心，需要采访的人呢，我出面帮你约。真的？那乔总，我太谢谢您了，乔总。坐。我呢，不光是帮你，现在人们都在观望房地产，弄不清楚将来的走势如何。老百姓需要有人给他们指点一下。那乔总，那您的观点呢？您认为房地产的拐点真的来了吗？哪有什么拐点呀？中国要发展吧，上海要发展吧。依我看呀，房价只有涨，不会跌。那要是这样的话，像我们这种想买房子的普通人，不就没希望了吗？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那就必须适应这个社会。买不买得起房子，这不是关键，关键是用好手中的资源才会成功。等你成功了，还用担心房子吗？嗯。老板，那边都是走开。侬来谁啊？上海滩有头有脸的房产大亨都给你采访到了，记者就该这么当。主编，我这次是运气好。哎，这不是运气的问题，这是能力。能力怎么看出来？就看你写不写得出好的报道。这是你的，拿着。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或者关系，在我的手下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对了，明天财经频道就房产拐点问题要做一期节目，他们特别提到让你去参加，作为媒体代表发表一下观点，你回去准备准备。好的，好的。全小兰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最近是采访了很多房地产界的一些大鳄啊，写了一篇名叫《拐点》的文章。我认为现在市场中讨论的所谓的拐点，远远没有到位，也远远没有形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还处于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上海呢又众所周知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龙头。我认为现在市场中所讨论的拐点远远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正处于一个高速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而众所周知上海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在这个经济发展中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上海你觉得我傻吗？要向全世界接轨，
这个对住房的需求呢，还是一种刚性。不要！不要！不要！干什么？来，来吧，来吧，来！你怎么这么笨呢？我卡住了，卡住，真卡住了。真的？啊，你别上去拉我。我都来不及反应，就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是因为我的努力，还是正如乔总说的，我运用好了手中的资源？不管怎么说，我开始理解这座城市了。这儿充满魔力，充满机会。乔海贝说他送我衣服是为了感谢我对他爸的帮助，可我觉得似乎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有些事我想苏月不必知道，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真漂亮，这可是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哎，你别说，这房子还挺好的，做工也特别细，花了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好看吗？好看。下个月我再跑勤快点儿，看能不能向5000块钱发起冲击。你已经很勤快了，可千万别把自己身子累坏了啊。钱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全部啊。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买不起房子的话，也没关系，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感情好。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我最近也在想，你能不能不要去乔家做家教了？啊？为什么呀？我心挺不安的。我刚才算了一下账，没把他们家的钱加进去，我们也是够花的。其实一个月多这1000多块钱，其实挺重要的。你看这1000块钱可以交水费，交电费，交煤气费。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外面做一个小时家教，最多也就50多块钱，在杂志社，一个月也最多4000多，可是，在他们家呢，一个月做4天半，就能赚到在杂志社一半的钱了。是啊，换作是我，我也会心动的。可是你说，如果是我去做家教，他们会给我这么多钱吗？一定不会。乔海贝，今天是咱们最后一次上课了，好吧？我以前就想提了，本来是想把钱还给你以后再提的。
把我钱还了以后，和现在提有什么差别？就是觉得现在提有点不太好。不太好？我帮了你这么多忙，你反而倒不理我了。你以为把钱还给我了，到时候把欠我的情全都还了，到时候再不理我就好了？是你女朋友吃醋了？那好吧，你可以回去了。还是把今天课上完吧。不上了，不上了。那好吧，我先走了。嗯，等一下，再陪我逛一次街好吗？这是最后的要求。都说了是最后一次了，我帮了你这么多忙。行。行。我答应苏月结束给乔海贝的补课，却又一次无法拒绝乔海贝的请求。我到底在想什么？连我自己也糊涂了。哎，乔亮，我问你，这件衣服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跟我说实话，你说啊，这件衣服是真的对不对？要3000多块，你哪来的钱？是不是乔海贝的？你帮他们写这种破报道，吹捧他们，他们跟你钱，你们是一伙的。这件衣服我还穿了一天，我真觉得恶心。不是，你别这么说好吗？我和他们家真的没什么关系。那你怎么不去选你不认识的人，就一定要选乔海贝他们？你早就依靠他了，对不对？怎么能叫依靠呢？我已经不是他们家当家教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呢？这么说你很委屈了？不是委屈，是你得讲道理。你以为我愿意当家教吗？天那么热，那么远的路，咱们杂志社每个月就给咱们那么点钱，这根本就不够生活的。他们家给的多，我想多挣点钱，让你日子好过一点，这有什么错呢？啊，我现在已经不去了，那你还这样逼我？我逼你，我逼你，薛小亮，我看错了你。不，你等会儿，我看看，你别哭了啊！哎，小菊啊！哎，阿姨，我在来探望你一个啊！哎，对，怎么了？怎么了？哪能了？哪能了？我不知道呀。疼？快点送医院！去医院。哦，好，就去医院，走，快起来，哎，走，小心点。侬搞啥搞？刚刚开过刀，拿伊洗成搿种样子。苏月，身体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个水果，吃个桃子吧。啊，桃子对身体好。不用了，谢谢。苏月，我向你道歉。我和乔海贝，我们两个人。好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小王跟我说，他们家有多余的一套房子，可以借给我住。你也抓紧时间找房子吧。你能不能不要借他的房子？我去找房子，我一定能找到的。咱们两个人还是一起住好吗？你能让乔海贝帮助你，我为什么不能让小王帮助我？我已经想过了，我开刀的事情瞒不了我爸妈，他们过2天来上海，要跟我住在一起，你再也不太方便。我们最近一直吵架，我也想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你走吧，我累了。这几天雨一直在下，苏月也没再和我联系。也许他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有着依靠乔海威的念头，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可我这么做又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尽快改变我们的生活。乔总不是说利用好手中的关系才是成功的关键？难道做错了吗？你们是怎么回事？哎，我给你钱是让你做他的家教，不是谈恋爱。乔总，我们没有谈恋爱。没有最好。这些小道消息看多了，我也不相信。不过影响很坏，你知道吗？这照片毕竟是真的吧？贝贝还小，我不想让他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我提醒过你。我知道。贝贝现在不在家。还有啊，过一阵子我就要送他到国外去读书了，你也别再和他联系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采访我的报道刚发出去，这网上就突然冒出了你和我女儿亲密来往的照片。我不知道是竞争对手派去的人，还是那些无聊的记者。不过，这下就有些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了。你惹麻烦了，人家建筑公司的律师函都寄来了，说你的报道严重事实，还有受贿嫌疑，要起诉你。我没有啊，没有的事儿。这是施工单位的问题，跟我爸没关系。报道是真的，这都是我亲自采访的。你自己去看看。你说房屋质量不好，应该怪施工单位。但是人家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说什么？这些装修的原材料全是乔胜龙公司采购的，怕质量检查不通过，乔胜龙亲自做的公关工作。他们签合同的时候都已经说好了，质量是由他们保证的。不对呀，这个主编，这他们是瞎写的。作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就是应该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和细节，事情双方的当事人都应该采访到。那咱们去找施工单位。你去哪儿找啊？他们早就散了。你当初不是和我说过，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什么关系，只要出好报道就可以了吗？你越过底线了，年轻人。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则，不触及规则，你什么都可以去做。要是违反了规则，那是碰都不能碰。年轻人，多学着点。关于律师函的事，我会跟领导商量着处理。这几天你就先不要上班了，我这还有一大摊子事要擦屁股，你先走吧。你的世界有多强，你的未来多浮夸，多么惊讶，谁来解答？
上，被踩在脚下，细微的眼泪组成高楼大厦，光鲜的外表掩不住伤疤，我好尴尬。小泉，房子还没有交房，你要是想多住几天，俺们欢喜啊。啊？不用了，阿姨。小伙子啊，靠自家拼搏，总归有难处的嘛，撑过去不就好了嘛，对吧？小泉，听阿姨的，啊？多么惊讶，爸，来，司机得。坐。我让你到城里去读书，你是越读越没人样。爸，你不明白，我是不明白你那一套，可我知道人以至信，孝悌忠奸，这做人就得老老实实的做人，耍什么人模鬼计啊？啊！您爸爸这辈子懂得的就是这个理儿。爸，你不要怪小梁，城里和乡下确实不一样。我刚进城打工的时候也看不懂他。你给我闭嘴！你少替他说话，他把苗山给甩了，自个儿工作又没了，这个后果你自个儿负，真是自作孽。苗山到城里去找过你没有？苗山去上海了。苗山走了以后寄了封信回来，说是给你的。Thank you.
爸。爸，别编了，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不编这个，我能做点啥呢？这都编了一辈子。我知道，这城市里呀，比咱们农村里复杂。可这凡事，他总得讲个理儿吧？看看，就像这编箩筐，这看起来呀挺复杂的，只要你按着理儿编呢，总能编出点头绪来。你读了那么多书，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也没法教你。反正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小梁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收到这封信，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读它。上次收到你的信后，我哭了整整一天。我决定到上海来找你，我要看看我的小梁哥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当我在上海待下开始找你的时候，才发现大城市和家乡有着那么大的差别。这里一天发生的事情是家乡的好多倍，每时每刻都会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该那么做，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在面前，我经常恍恍惚惚，不知该听谁的。渐渐的，我开始明白你的心思了。要学会在城市里生活，就必须忘记从前，从头开始。我也失去了找你的念头。你在上海待了4年半，已经和我们不一样了。我已托张叔在上海的一家饭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这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我又一次离开禅溪，就和4年多前一样。我依旧担心害怕，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去面对。当然，辞职我能理解。不过我想说的是，你要回来工作，我们也是欢迎的。谢谢你，主编，我已经想明白了。主编，这次给单位造成的麻烦，我向您道歉。这怪不得你，我们今天的社会变化太快了，也难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就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给你一句忠告，将来遇到事情，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心愿意去做的。
最近过得好吗？你的父母还在上海吗？我其实是想说，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当然是朋友了。有人把这座城市称为魔都，我终于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它不美，我却早已离不开它。一时的失意彷徨，可以如同雾霾般烟消云散。生活还在继续，疑问还会继续。但有一点我肯定，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管未来等着我的是什么，我会真诚地去面对。